国语有声善书。胡伟慈恩公善书玉律真迹主著仙佛为诸天神圣。本宫地藏菩萨降，圣是人心险恶阴险险，地狱凄凉冷冰冰，因果无人情绝。地狱无私情怜，阎王要你三更死，绝不留人过五更，哪里跑。玉莲专心会神听无批宣，人们的斗气残杀狡诈欺骗诈财骗色阴险无比，所有一切的罪恶皆从心生，心中邪恶所行一切事皆为邪恶，人们的罪恶难消，业力缠身，皆因人们没有忏悔之意。什么是无情？众生们因缘果报及业力时无情，一公平一分一毫疏而不漏，任你个性多硬，一跳脱不了因果业力的受报之中。地藏王菩萨，因果可化吗？因果乃定律，怎可化？因果可由重转轻，减轻业力，不可化。地藏王菩萨，要怎样才能转业减轻业力呢？忏悔，改变自己，修道，转念，多行功德，不造恶业，自然业力慢慢减轻。因果有可转有不可转，无形的业力大部分都可以转，要看人们做不做的问题。请示地藏王菩萨，何为无形的业力？何为定行因果？无形的业力乃是习性嗜好个性，也就是脾气毛病，看人们修不修，改不改，要改业才能转。定行因果乃是肢体环境因缘，此乃不可转不可化，有时间空间掌握，遇上此种果报，大部分都要转念为宜，才能度过种种难关。地藏王菩萨，为何人们的病痛会那么多，还有心灵障碍也那么多呢？玉莲，人们的身体病痛多，意识造业多，杀生多，享受多，饮食不当多，鱼肉吃得多，营养不均衡，少运动，多情欲，人们的心灵障碍多，那是因为想不开，放不下，幻想多，疑心多，计较多，我执重，念头多，思想多，才导致身心不调和。若要调和这颗心灵，就是要放下，不执着，不要想太多。请示地藏王菩萨，真的有地狱吗？真的有阎君吗？玉莲，耳真可爱，人心有善恶，有对待，必有天堂地狱，若无赏罚，岂不是天昏地暗，日月无明，冤何消，气何平，男女何来？有天堂地狱，定有执行官，天堂有执行仙职，地狱亦有地狱执行神职之鬼神，所以有仙有神有鬼，当然有阎君。感谢地藏王菩萨开示，玉莲已经知道了，请示地藏王菩萨，本书即将完成问世，感谢诸位仙佛神圣度世普化那芸芸众生，多了解因果定律，严厉可怕而不敢造恶因恶果，觉悟人生无常，及早悟道修道，不时坠落苦海深渊，希望此书出版后能得到大德拥护及指导。玉莲，言之有理，本书虽字浅意深，句句实乃诸仙佛锦囊妙语，全是皇天开恩，皇母慈悯降意志，诸位神圣鼎力相助，此书顺利完成，真是可喜可贺呀。感谢地藏王菩萨慈悲。好，玉莲，时间已太晚了，尔休息，无不扰，无退驾。恭送地藏王菩萨，向地藏王菩萨送驾。小编整理末法书籍一，一贯天道，求道者天堂挂号，地府抽钉，求道人的祖先可从地狱离开去藏藏古佛处修行，求道后虔诚修道者可以回天考验而正果，若没通过者可至少到济公活佛净土修行。但若在人间都无修道的人仍杀生造恶者，死后仍归地府地狱管理，求道后有一位护法神庇佑，亲口后则有两位入鸾道五庙明正堂、拱恒堂、虚元堂也相同类似树立。二、消业障解因果，除了一贯天道本身有愿忏班之外，还有义赤拱恒堂与五庙明正堂之树立。拱恒堂之法会荣誉总功德主准与消七世因果公案，或者消除业障，护法功德主准消除一件冤亲因果果，并延寿120天。拱恒堂圣书现世报律例，五庙明正堂圣书效劳注印签本，可消解已是因果公案之树立。三、积累功德，除了三布施与真诚来做无为法行善之外，注印拱恒堂圣书末节收元上礼天一本次记武功，注印南平山游记累至20德，准予转为阴德，注印生灵的悲戚功德同等放生功德计算。四、超拔与生前住籍灵修院，这是给我们自己提升与拯救
祖先或亡灵的机会，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，死后让自己进修之重要方法。武庙明正堂，无极老母从无极天降下的灵修院，无极正道院，正道者可永脱轮回。义赤拱恒堂，由昊天关皇赐下之昊天子寿灵修院，可证弥勒净土内院，超越生死。不管是什么信仰，皆可以生前筑籍或超拔。信仰一贯天道者，有修者会进入天界的九九紫阳关考验，考验通过可证果，考验不过则打回地府地狱审判。若此时您有生前筑籍灵修院，便是给予自己另一个机会，免于打回地府地狱，有个地方再度修行，又可以免受轮回痛苦。望大家把握机会，皆望大家都可正果回天。五、发愿往生弥勒净土。一贯天道者容易往生弥勒净土，前提要记得跟上天发愿，愿意往生弥勒净土，并且要功德回向往生净土。若您不是一贯天道者，单纯是佛教或无信仰者，建议您可以向义赤拱恒堂询问，他们可以免费筑籍往生弥勒净土。筑籍后每天定要念至少十声南无弥勒尊佛，后回向愿往生净土。各位善信大德您好，由于天时紧急，应赶紧行善度众，以弃天心。目前南天直辖武庙明正堂正在募款兴建凌霄宝殿，期望众人有钱出钱，有力出力。相关资讯可至南天直辖武庙明正堂网站详阅。喜欢影片记得按赞或分享，可以让更多人知道上天的用心。记得订阅以及开启小铃铛，未来会随时公布新的影片哟。